带大家看一下这边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，野外啊，这个周围都是山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呢？它这个水啊，地下水不断的从里面冒出来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下去看一下，哇，看一下这有多深，哎呀，哇，好深啊！哇，这个深度啊！哇，五十度！哇，哇，好亮啊！这个是什么现象？是不是地下有火山？看一下是不是有火山？哇，哇！这周围全部都是花黄的啊、哦！大家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有环形山。哇！行啊，第一次见。在江西的深山里面啊，大家有空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哇！啊，呀，黑了。好了，视频分享到这里。